为期11日的残奥会揭幕，以启蒙为主题，由英女王主礼。患有肌肉萎缩的著名物理学家霍金上台致辞，希望大家保持好奇心。在运动员进场的环节，香港队由田径运动员苏华伟担任持旗手。首日赛事就由三名香港乒乓球手打头阵。港队今届派出28名运动员出战7个项目，包括硬地滚球、马术、射击、游泳、轮椅剑击等。代表团的目标是追平上届10面奖牌的数目。香港宽频电视记者金莹报道。